哭花了之后就是长这样。我天！他怎么了？眼睛张开。哎、欸，其实很赞，好不好？我很像 Lady Gaga。我觉得我们画的好好哦。Three Muggles。打开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鲨鱼，我是小冰，我是方案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左撇子化妆计时接力赛。那大家知道8月13日是国际左撇子日，我是左撇子哎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挑战用左手化妆。惩罚，然后输家要顶着这部的妆容去看下一部片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 ，Start！ 好，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三种妆容，一个是日系，一个是韩系，一个是欧美系。那有欧一系吗？好紧张哦！你擦，他擦了两张韩系。哦，你跟韩国晕染真的很重哎。所以顾名思义是要两个人轮流接力帮一个人化妆，那一个人妆容要在7分钟内化完，每15秒就要换另外一个人接力，所以总共有28次机会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，开动！好，刚刚我们已经讨论好步骤，讨论好了，对，然后Jenny会帮助我们，告诉我们下一个回合要画的，不要紧张，反正我们就是求快啊，求快，快很准，我要尽量左手，好好好。Go 来 Go， 准备。慢慢看一下哈，啊，我要来颜色。第一个先粉底，白点。求快哦。我好像太白了。跳。好粗鲁，我小了一点。你不要动啊。好，很棒。下一个可以换下一个了吗？到。要遮起来了吗？遮起来。啊哦！怎样啦？给我，帮我遮瑕。差点滴到我的裤子。为什么遮瑕的东西会拿去抹下面？刷子可以用吗？啊，对啊，刷子。哎，我们这回合结束就要赶快下一个部位。左手好难用。所以我等下就要马上下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被那个棍子打到。这是眉毛吗？笔好重，可以，我你帮我把那个弄一下。啊！你们啊，等等，眉毛我再修一下，你等下换下一个，你先看我现在要弄什么。哇，时间掌控的真好。OK， 方云选择了用白色当底。为什么我感受不太出来你们是用左手，就感觉很熟练。哪一个？这个比较深的，这是深的。深的不是深的，这个。对。啊，有些人家是红的嘛。那就红，就给他红了。你在看哦？我在看啊。哎呦，可以。化妆的时候我还看不到自己脸，太恐怖了。没有，又有点。方云，这结束就要下一个了。我等一下画眼线，眼线是哪一个笔啊？等等，你要眼，这是眼线吗？对啊，不是黑色的吧？那是黑色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对，那是。啊，惨了。哎呦，我没事。只有6回的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看电视剧美会啊？有啊。哎，不错，可以。还有吗？没有，不要画眼线了，换别的。这睫毛不剪啊？不会剪睫毛。不行，你会吗？什么？我好怕被夹到肉。我用的超好的，好，再哦，快点啦！你还有10次，怎么用？好，来用这个，哪一个？是这个刷子吧？对。不能摔。哎，不对，还有腮红吗？
口红。快点啦！好口红、喔、很大，哆啦 A 梦，用我的哆啦 A 梦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个颜色，就是这个颜色。你把它那个粉都弄均匀哈、哦。那个用刷子，对，那个刷子，这个，对。都黑黑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等一下再补一下眼影，那眼影很红啊，我们的不会怎么黑的，周围是黑的。眼影。下眼线，下眼线难呢、啊。快点呐、啊！对，下眼线有，他有画下眼线。往上，猫眼，我等一下睫毛，眼睛张开，不接我，张开，你要叫他张开眼睛，然后这样子夹眼睛，要贴着眼皮才有可能夹到，叫他张开眼睛一点，让我夹到，对啊，张开眼睛哦，乖哦，好乖，哎，夹到了，啊，直接刷。为什么包包鱼画的下面两层？张开，可以。下一步是什么？它有腮红吗？一点点而已，浅的一点点。修容。跳龙。把鼻子用挺一点，鼻子太扁了。哎呦，我刚刚被最后一名啊！你要做什么？我要修容啊！那边好亮。那我要擦口红吗？哦，可以。然后这边白白的。啊！我觉得如果没有下面那两条，应该还不行。啊！多口咬牙齿。我觉得可以。你用手看能不能把它弄掉。
我觉得方还会一笑。他要三回合。好，他下面这两场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老天鹅哦！啊，我操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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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回合最后一回合，你是最后一个人了。好了，就结这样。三二一。其实你的神韵蛮好。好，我先计时了，五秒准备时间。好，不要笑，他又笑。为什么他的脸那么难涂开？要下一个部位。我觉得先遮瑕，遮瑕是。一起用刷子把它刷开就好了，一起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我头发。下一个是眼影，先金色再红色。我们好冷静哦。我等一下先用红，我等一下用红色。好，后面后面，你看看你看看。不要笑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不行，让你看。他眼线感觉只有集中在后面。肚子在叫，眼影好像要再精一点，等一下有时间再好。对，我要画眼线。对，你要画，它只有后面，它只有后面，然后会往上勾，因为往上勾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这是左撇子，好强哦！我等一下画下面，我等一下补下面。啊，我等一下要画什么？等一下画那个字，画它那个字完夹睫毛啊，夹睫毛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来，我拿一下，贴着眼皮夹下去。哇哦，这个也太超前了。对，有看到吗？他睫毛很翘，应该有。他睫毛很好夹，来，张开眼睛。哎、欸，我们忘了先画眉毛了。对哦，他眉毛，可是因为他有雾眉。眉毛是哪一个？可是我觉得他眉毛本来就很雾，所以前面要粗一点，另外一边前面粗一点。你们好认真哦。我等下先用腮红。不要吵，不要吵啦。我等下修。直接先动。头拿，好可怕哦！十四分啊，好可怕、哦！我跟你讲，你的应该是现在最好的。爱马拉内拉美呢？我们是认真的参赛者。我要做什么？你等一下再修容一下，用深的地方，然后在这两边画，像 Lady Gaga， 你看他的那个颧骨好像很深，有没有？然后我等一下去刷白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发现你好厉害！我们还有十，我们还有十分。我们十位，我们进攻那么少钱？对，主要是，那我等一下先用口红好了，把它其他地方那个粉底很不均匀的地方刷一刷，它的感觉是桃红色。哎，就是这个，哎，修容有修到，就是这个，嘴巴正常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我喜欢这样。用过我牙齿。这个吗？我觉得是这个，我等一下再用其他颜色。等一下我画完，方案你用手去把它隔一隔。有有，对，他旁边那个超出来的，等一下那个眼影，眼影是不是好？这样是好，好一点，对，这样。对，他的那个眼影很深，亮晶晶。这个有一个，啊、这个可以，这个，对啊 ，B B， 你要挖，你要涂大力一点。哎、欸，你用右手。shit， 扣分哦，扣分哦。现在剩几回合？三，你玩会剩二。哇，我接下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那个富余的地方刷一刷，我流好多汗，我们超认真在参赛，补一下眼线好了。哦，等一下我是最后一回合哎，下面需要一点，可以，天哪，哎，其实很赞好不好？我很像 Lady Gaga， 我觉得你们画的好好哦。嘴巴嘟一点，对，他嘴巴有点嘟，对，拽一点，蛮好的哎，我们胸如有胸，好 ，OK。你们的眼线都是我的杰作，你的是好看的。比起他们两个，我的比较好看啊。我刚刚就是没有办法看他的脸讲话，我根本不敢睁开眼睛，我就这样闭。好呀，没关系啊，你们把我画成这样子，你们就会输。Jackie 说不定觉得很像。第三名呢，我觉得我会给小兵的妆容。
因为我评比的一个点是它不算最难看，可是却还原度最低。我觉得没有暗示难看，所以那第二名呢？第二名跟第一名就很明显了，明显了，终于第一名。超宇的第一名就是他的妆容本身没有太多的瑕疵，就如果走在街上好像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你们两个是不能出门。那个痣痣也点得很好，我点。那请问方案妆容有出现什么问题吗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。本身来说，我觉得他仿的是洗锁。那为什么你会给他第二名？因为起码它有多了那个泫雅这个妆容很重要，是它下面的两点艺术跟里面。那你可以公布我们第一名的成绩是谁吗？难道你有为你的妆容付出什么努力吗？没有。那第一名是小兵。耶！第二名是。耶！不要比这个妆没下一步了。好，那大家觉得我们哪一个人的妆容还原的最好呢？欢迎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心哦！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拜拜！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左撇子跳啊，左撇子画。我的天哪！三种，好酸哦！好酸哦！那今天会有惩罚哦，所以谁要下去拿餐？你好，拜拜。我们可以下警徽给别人，笑死了，脚短 ，OK OK。